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至七十二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大奶的母羊，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，我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所以如果你回顾回呢，即是会这件事，我当时不会立刻知道，但事后看你都脚仔软的嘛。即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将来，你才在当时能够解读。但现在我们就是在将来。所以我们就明白当年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，我们见到是很巧合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现在就全部都知道为什么了。但是一步一步理解，就是只不过里面有更加证明，就是如我所说的理论。现在全世界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们锡安的小狮子领了神的份的情，神竟然为我们的小狮子将全世界 flat 一声将它反转，就变成现在这个光景，就是为了等他们有机会在信仰上独立。因为如我所说，门徒有主耶稣存在，他们没说独立，所以主耶稣一定钉十字架。但是相对其实对于香港锡安弟兄姊妹，其实有了我在这里，你们很难独立其实。但是只不过神有个接衷方法，就是说整个侍奉当中呢，是有一个照顾你们的人，就将我的信息和我的很多的恩膏或者执行呢，是由另一个执行者将那样东西加诸在你们身上，神就挪开了他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，然后即刻将全世界，那个不单止挪开他这么简单，还要即刻挪开全世界，他有很多这些的保障，突然间两者加埋，就好像将主耶稣钉上十字架一样，即之于门徒咁样，但系两者加埋就突然间将你哋能够依附喺我、依赖我呢种无微不至嘅照顾咧失去咗，所以好多平信徒喺呢段时间咪就要佢主动咯、自立咯。个自立唔系话离开石安嗰种自立啊，喺呢个过程当中将石安俾佢去揾到个出路去执行，咁而更加之于小狮子咧，就是、人生当中有机会咧系喺呢段时间真系。作出他自己信仰的选择。当然有一个这么好的教会，他可以作出更加想象不到的选择，是吗？你会看到小狮子真的有，在这个时候是人家都想象不到的更加好的选择，跃进的，但是亦有一些令我们失望的选择。但这个选择当中，其实就是因为有一间这么好的教会，所以先导致这个选择可以相差天同地，因为做得好的话他只是上了天，简直做一餐的时候，他只不过就好像不是一个回我们教会的人咁啫嘛。即等于主耶稣身边都有犹大，即不需要跟从主耶稣先制造犹大出来，是不是？即那种的自私，但是都有。但是问题好得来讲呢，都会有好像彼得、雅各、安德烈这样这些这样的人物产生出来的嘛。但是总之就是说，我们在神面前领的程度很疯狂。即之前就已经是有这么多共同出息。但而家谂唔到，今次疫症都系顺理成章发生，按住启示录发生。但系个过程当中系我哋嘅小狮子必须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佢系最多只能够话系一代寄生在锡安嘅一代信徒嘅啫。但系而家让佢哋能够自立，自己跟进自己，喺呢个过程当中仲要发展咗以前冇嘅一种嘅侍奉方式。因为事实上而家相对。你哋點解會咁問嘅原因？大家你都會覺得，對於至於你自己嘅仔女，至於對於石安本來有嘅家聚模式或者主人模式，好似有咗個空缺咁。咁啊好啦，神突然間製咗好多空位俾你啦，係咪？即係等而家全世界突然間好多個 job 冇咗，係咪？但係相對另一啲嘅需要又誕生啊，係嘛？即係等於大家都知道，喺之前同之後，淨係網絡生意都已經爭咗，唔止一個 double 啊！冇错，好多食肆或者航运都收咗工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就系、突然间冇咗某啲行业，但系相对又多咗好多空缺咯。所以喺我哋亲眼见到，系啊，我哋发觉有好多嘅需要，但系呢啲嘅需要，大家都知道都束手无策，都唔知道我哋点处理。但系里边原来咧，接住呢一个过程当中咧，唔单止我哋期待有小狮子领袖诞生出嚟，好似约书亚咁，系啊，除咗诞生嘅约书亚嘅存在，佢嘅侍奉。兴起，但始终都仲要有一班约书亚世代去做 follow， 所以变咗我哋嘅仔女咪就系成为约书亚世代咧。但系嗰个一定要自立嘅，一定要自发嘅，
而不能够说是我们再继续监住你，不要将信仰我爸爸妈妈做多十倍去使到你的信仰好了，那你又是将他推入万劫不复，因为他要自立，他们的信仰要有回应，一个属于真真正正他自己觉得自己在信仰上需要对神的一个的报答，是要在这个时候刺激他们孕育，因为如果连这个机会都错失，他只能够成为妇人其他儿女，变成这样更惨，他们变成妇人其他儿女，没有了我们父母在照顾他，因为我们被提了，所以现在还不刺激他的话，他不是妇人其他儿女，是变成这个小孩子感谢主，如果不是的话更惨，即是变成没有父母在这里，被提了之后就好像那个末日迷踪那样，那就是和味了，那里才和味，如果现在不独立，到时才要独立，还要以妇人其他儿女身份独立，才真的惨，那些才真的惨，到时他就知道其实之前的恩典欠了神多少了。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七十至七十二节，又拣选那些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，我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信心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早夜晚在伴醉，引导前路一起进退，神大爱联系我心里，心事大爱不减去，天天爱惜教我心醉，情意似又像暖风吹，我放下疑虑，直顺心跑去，奋发志向已决，再没前虑，前路尽崎岖，冷风卷地水，我却厌重赞，随主却足去，盼这生行走在恩光里，无奔发心不轨水，与主同行相随，无疲累，人生或有淌泪，全托付恩主手里，见我怀着主爱不会后退，立志全力奔跑天国路去。